哇，下面是什么呀？好漂亮啊，闪闪发光的，去看一看。哦，天呀，这是一个又大又漂亮的佩奇喜剧蛋呢。哇哦，这儿还有一个。哦，天呀，是我们的超级飞侠多多。是谁把他们弄丢了？我想失主一定很着急，我要去找喜剧蛋的失主啊。路上，小爱遇见了乐迪。小爱，我的喜剧蛋丢了，有没有看见啊？看见了，看见了，太好了，找到失主了。谢谢小爱。还给你，乐迪。小爱，我们一起玩吧。好啊。我们先看这个哦。哇，上面是狐狸，佩奇的好朋友。小朋友们知道狐狸的名字吗？狐狸，弗雷迪，对吧？哇，这颗蛋闪烁着光芒，闪闪的发光，像是有一道一道的彩虹呢。好漂亮啊！拆完了它，就可以用来存钱啦。这是硬币投入口。哇，看一看呀，里面有猪爸爸。这是一包好吃的。是又香又甜又脆的小熊助兴饼干，还有果冻，西西果冻，也是可爱的小熊造型哦。接下来我们要拆多多奇趣蛋啦。哇，多多好酷啊，超级飞侠会变形哦，有机器人和飞机两种模式。上面还有胡须爷爷，里面有好吃的巧克力，好期待啊！我们又会拆到什么好玩的玩具呢？快来看一看哦。这个是吃食物的勺子，一包巧克力，这个是雪花积木，上面有酷飞，可以拼插的雪花积木哦，卡片越多越好玩，一辆工程车，后面的两个轮子可以转动哦。哇，前面有一个铲子，应该是推土机。哇，是回力车车，好酷啊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记得关注我哦，拜拜。